日前有网友在商场偶遇了贾乃亮和女儿甜心，引起网友的关注。当时父女俩正停在商场里的一家玩具店前认真挑选玩具，贾乃亮身穿一身黑色休闲装，戴黑色口罩，二人打扮的都很低调。看着贾乃亮如此认真的帮甜心选玩具，可见两人感情很好。据透露，甜心非常喜欢泡泡玛特和泡芙，爸爸负责跟在身后拎着购物袋，贾乃亮手中的两大袋塞得满满当当，一身黑色套装的奶爸成了女儿的小跟班，画面颇有喜感。穿着米色卫衣套装的甜心走在前面，披散长发长高不少，从背后看气场满满，和当年的荧幕综艺一姐有的一拼。甜心小公主一点不手软，爸爸负责拎袋子，女儿负责买买买。从小就有个宠她如公主的男人，甜心长大嫁人，贾乃亮该舍不得了吧。喜欢就订阅呗。